你干嘛？又想打他主意是不是？我真希望这不是铃铛，而是根绳子，这样你就可以拴在我身边。别生气了嘛，下一个，快下一个，下一个嘛。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如果你怀了我的子嗣，那样我们不就有说辞了吗？谁要怀你子嗣？我是认真的。一正一查，我们就是欺君之罪。那就只能假戏真做了。你休想再纠缠初月。那行。